来，姐妹们，啊！吃肉啦！宝宝果果，宝宝回头，宝宝在这里是最年长，所以老是谦让。哎，你看婶婶、果果、顶顶，吃的多香！哟，橘宝来啦！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嘿嘿，宝宝，你就和人亲啊！宝宝吧，想当妈妈不？给你找个小老头啊，不是，找小老头，你可能还是生不出来。给你找个小女婿啊，你跟果果，哎。都这么大了，还没当成妈妈。为什么呢？来，宝宝，看看你。宝宝，宝宝，无欲无求的样子啊，心灵也无处安放，不是，是灵魂无处安放，心你就可以放在肚子里。顶顶吃完啦，大顶，还剩下色珊和果果，吃吧。色珊现在越来越胖乎一些了，没那么瘦了。哎呦，妈妈，你进来呀，橘宝，闪闪，你看，他比那个橘宝还胖呢，谁道你长得不快呢？橘宝，你要吃点吗？闪闪特意给你让出了位置，让出了一席之地。橘宝，待会儿带你上公猫那屋啊，闻啥呢？木桩子你闻啥？你也能跟着吃点啊？哎，别吃完了拿嘴舔人家，油芝麻花的。啊，宝宝来这呢？这你咋藏在背后了？别惹宝宝啊！别惹宝宝姐，宝宝姐在那思考问题呢。果果姐还挺能吃呢，吃吧。吃完了，我就领着橘宝去见公猫去。顶大顶顶，大顶顶妈妈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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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橘宝变成托尼老师哈，给人挠头发呢。你待会儿把顶顶假发挠下来了。哟，你呦呦呦呦呦呦呦，你看。色珊好看就是那种脾气有点暴烈的小泼妇。当然，色珊性格比她妈妈柔一些。你瞅，小橘宝多乖，还不占地方。咱吃完啦，果果。不用捡碗了，好了。你瞅瞅，不挠了，不挠了啊！哎呦我去，这咋加速了呢？哎呦我呦呦，你干啥呢？别挠了，别挠了。有那个劲儿，跟橘宝使一使，挠挠橘宝。啊！